啊，老板的公子拆卡片呢，不错呀，小家伙，奥特曼的卡片，送你点欧气，我也买两包。植物大战僵尸的 AR 队长太有意思了，上次没玩够，这次买个10元的。我先走了，改天结账。10元一包的卡片，应该能出狠货吧？摸着很轻啊，几张卡片呀、啊？我天，可以啊 ！L R 的袍子菇、花车射手、T R 的还是第一次见，这两张也不错，其他的很一般啊，都是二卡，有些卡片不好用，先测试一下。我天，真帅，3D 立体的，这张不行啊，他也没反应，没办法，只能收藏了。大战一触即发呀！保龄球好厉害呀，你看，基本上不掉血。我天，这好玩，功夫喝酒僵尸，听这名字就不行啊，你这属于酒驾呀，这把不公平，保龄球是半血上场的，不行，出来一次，这就对了嘛，快看，酒喝多了果然不行，我天，这个僵尸可以啊，练武术的，保龄球又是残血出场，这也太差劲了，3D 的血都打不过来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下一位挑战者。我天，上来就干，这小鞭子抽的。今天的僵尸战斗力不行啊，个子太小了，不是吧，他有点不服呢。我去，啥意思啊，瞬间给秒了，不可能啊，肯定是系统出问题了，差评差评。姐妹只掉了两个的血，小家伙很凶猛啊，看这长相，这俩货搁这商量对策呢，今天的植物也太猛了，好了，卡片收藏了，好开心啊，哎呀，队长真好玩。